呀，你们把这些东西往前往前。哎，还有那箱子，那箱子拿走啊。哎呦，这个箱子要放在这儿啊。老张，大清早的这要干嘛呀？哎，王妃，真对不住啊。哎呀，你们赶快注意点啊。王妃，那个，打扰您休息了啊。我已经被打扰了。大清早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灵州发生了大灾，七爷临时接到皇命，去往灵州处理受灾情况。我等正给七爷收拾出行所需，打扰了王妃休息，还请王妃恕罪啊。七爷要去灵州，何时启程？两个时辰后就走了。这么近，天助我也！赵青，你这回可是自寻死路。七爷现在在哪儿？现在应该在书房。夫君要去灵州。燕儿，啊，父皇命我去查看受灾情况，见你还睡着，就想等晚些再告诉你。夫君何时启程？我去给你收拾细软。夫人，这是要一同前去。夫君不希望我与你一同前去。夫人别误会，这次是奉旨出行，并非游山玩水。我是担心你身体吃不消。可是夫君一个人前去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好，那这次一同前去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正好一路照顾你。没事，你在王府里等我回来，殿下会照顾我的。夫君，我们走吧。有些泥泞，有些颠簸，你跟王妃小心点啊。
你怎么赶路的？哎呦，七爷，真对不住啊！这段路上碎石太多了，你和王妃啊，快要报警了啊！住！你拿着匕首做什么？这个匕首，是我专门用来给夫君削苹果的。夫人该不是拿这个匕首想刺杀我吧？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夫君，你想多了。夫人别紧张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。真好笑。萧瑟声休，问。